哇哦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讲6B 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因式分解会的话，这张很会，对不对？正弦对嘛，冰拳对不对？好了哈，也一样哦，37 × 18，有没有能抽哦？看不出来能抽啊。来，我们先试综合除法，3 × 7 = 15 × 18 = 8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拿哪些因数来试呢？哇哦，是这个因数有多少？一。有哪些呢？这因数有多少？来，有多少？有啊，这个刚漏写，有多少？这个因数有182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还有什么影响？还有这因数有什么？13，对不对？13，然后呢？还有哪些？还有正负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群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些候选人嘛。1/1, 1/2, 1/4, 1/8，1/3, 1/4, 1/8，然后正负，哇哦，可以吗？16个，不用了，我们先试前面试一下，大概试了两，对不对？只要能找到两个就功成身退了，可以吗？来，好，先试一跟负一，我先计算机先按，然后后来发现到，是整数啊，先试一个四啊，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试很多次啊，3/4, 12，对不对？多少？3/4, 15，对不对？54，哇哦。三四十二就五咯，4520，35，哇，多少？4 × 7 = 140，哎，不可能呢，3/7 × 15 × 18，这个，然后四拉下来12 × 5 = 20，哇，这个负，难怪写错，OK 吗？来，所以这个哈，来。所以相加是五啊，4/5 = 22啊，4280耶，bingo！所以我们弄出来之后是 x 减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再来，因为4次方一次，还有3次方嘛，3次方还要继续，对不对？继续嘛，我试的，哇，这个东西为什么？其实我用计算机带进去嘛，对不对？calculate 会发现这个等于零啊，OK 啊，好一样，3 × 3 = 3 × 2 = 3 × 2 = 3。-20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东西多少？3x+2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系数前面 x 是3啊，所以你这个要除以3，有没有？综合除法印象吗？好，做完之后就好了咯。因为这一次、一次、两次、四次还剩两次，也就是说这是 1x(x)平方哦。好，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x 减4，3x+2，再来多少？哇哦，x 平方加 x 加一等于零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来去去，重点是在我们的重因式分解的能力，OK？所以 x 等于四，哦，x 等于-2/3，哦，x 平方加 x 加一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多少？x 等于负 b 加减 b 平方哦，减 4ac 除以 2a，对不对？2a。负一加减负根号三啊，根号里头有负的话是骂脏话啊，就不合我们目前高一学的啊，那高三才学啊，那个 complex 好不好？那个是 imaginary number，所以目前先不要啊，你算入在根号里头，你就写不合啊，不合我们要的情境，可以吗？所以最后下一个结论，OK 吗？最后下一个结论啊，不要说没有啦，所以 x 等于四，哦，x 等于-3/2，可以啊，好来哈。子怡，可以吗？子怡，啊，爱婷，OK，我没放上去，你最先看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凯俊，打球啊，来啊，看啊，给这题我assign你们5个哈，郑源、冰泉、子怡、爱婷、凯俊哈，看你有问题要跟我讲哈，OK，please，就这样啊，好。